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、誠スペー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タジ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づくり。耶、yeah, ，太赞！世界如此奇妙，接下来上面其他人啊，这样有点面熟。玛莎拉蒂小红，啊，上次跟你拍那个、啊、老司机的啊，想说本来是最后一次，没想到，哎、哦欸，事隔好几个月，他还是选择卖给我们了。好，我一样稍微看一下，上次有看过的啦。我想说小司有没有看到，我就不知道，因为小司刚好没空。嘿，我有这个机会来看一下，女用车嘛，香香的嘛。对，看起来下面还好，可是引擎盖好像换过哎，看起来包裙杆应该有换哎，不晓得啦。可是重点是里面是还好，没有怎样。你怎样讲？来这里卸碎机，左右赶快。哎、啊，如果扣鬼掉的，别拿那地方，安公公。老司机六尊，好、哦、啊这边，这边蛮乌诶，头家有交代，头家有交代，斑马换过无扣钱，但是眼镜馆换过就是要扣钱，啊斑马落惨爱扣钱嘛，爱，因为他扣一盖嘛，要考七十再扣钱，这很正常的啊。就要准规哦，这个是很明显的，我刚刚一打开引擎盖我就看到那一个，这个是一定转过的，没有是叶子板的啊。这应该有考过去，你摸安尼摸你就知影，你甲收了，哇，这粗粗的嘛，对啊。这其实用看的就看得到。对啊。这有一条，这边就很顺。对。啊，有些人会问说，哎呀，在哪呢？其实车子就是本身就是车子是组装而成的、啊，就好像那个乐高有没有拼图拼出来的啊？只是说乐高是装下去可以拔起来，它是有焊接就连起来，它是固定的。可是固定车跟车的板件就是要上胶水才会跑出来。好了，看起来是前面而已，其他还好。啊，加马乌嘞，这上次有看到啊，这个我不确定。好吧，看起来是 OK， 反正板件应该是前面有三片有换过，那应该有换吧？对啊，换过啊，对啊。不是不是，那不是扣子，那原本就是有铆钉铆的。这原本就是铆钉铆的。对啊，哦、是啊、哦。看完了，再绕一圈外面的，还有刮痕，那惨啊！不要斑马了，这样比较明显的。这个上次小司有看到。啊，这个就是倒车有没有撞到，稍微顶到裂开的有没有？不一定是自己撞的，有可能假设泰山你开过来顶到也会啊，因为塑胶挤上去会这样膨胀嘛。啊，这边其实都是战损啊，就是一点点打开门磕掉的。啊，叫我掉笔，是吧？叫我掉笔。那边一个，前面也有。哦，这样几片，一二三四，还蛮多片的。这边是可能开太近了，稍微去刮到。轮胎还可以。好啦，轮胎前后好像不一样。都很轻诶，对，牌子不一样，没错。好看完了。啊，里程呢？119000多，将近12万了。那跟上次没有差。刚忘记讲，上次他来估价的时候，那时候老司机的时候已经估，我记得是估53万呐、啊，啊，时间比较久了，这次我直接靠3万，他别过3万。啊，哎、啊，有时候说啊，那时候不是小司报53，为什么现在50？啊，当时你没卖，可是现在时间一久，一定会折价的，这是一定的。好了，入手了、哦，女用车，女用车，香香。其实你看，大家很喜欢女用车，其实女用车就会难免就这样刮伤，都一定会的。尤其放在台北，你看，坑个家，跟他底下把苦前进都给用吐掉啊。这台车要怎么整理？这样讲了，今天买回来第一天应该就是过户嘛，过户就开始准备就试车啊、烤漆那些啊。比如说比较简单，这个都猫掉都可能就要做了啊。混动黄又不好烤啊，可能要找个技术比较好的，烤起来会比较颜色会比较接近啊。漆又比较贵，当时挑要加钱，烤漆又要加钱，赞！果然是一个会赚钱的颜色。啊，卖油比较好卖。喜欢红色，现在买当然是会比较划算。为什么？它不用多10000去买啊。好啦，啊，已估了。记得要帮我多分享、订阅跟留言，我可以买更多的车，我可以播更多的柚子，请大家吃。端午节，主要是三五端午节就是赏月，那中秋节要划龙舟，过年呢？过年哦，赶快跑啊！赶快跑！对，要发红包了，赶快跑！我每年都要剥很多柚子，都不一样，差不多了，剥柚子。哎、欸，太冷了，你不用剥了，没关系啦。哇，麦克还有柚子服务哦。对啊，还剥好的哦。哎、欸，等下送你一颗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谁把卡克？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 Prodos 百年欧系煞车品牌，和您信赖。